哦，摩陀舍利在，摩陀的弟子尊者菩萨，舍利在。哦，蒙古包，还有大佛像。嗯。嗯，摩陀舍利，介绍。 罗诃罗尊者，罗诃罗尊者，佛陀的儿子后来出家，变成了罗诃罗尊者，密行第一，也是十大弟子之一。 三藐三藐佛陀尊者罗汉，舍利，舍利弗尊者的舍利，舍利代表自性。舍利的解释是说是以骨啊，坚固子啊，修行人界定会修得好。